甲中看天下，看山看水，看事看人，尽在甲中看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呃！又到了看天下的节目时间，我是甲中。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世界遗产。那么今天还是中国的世界遗产。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 北京的颐和园，呃，说起北京的颐和园呢，这是一一座皇家园林啊。去北京旅行的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要到颐和园去看看。那么，颐和园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那么，二零零九年，这个入选这个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颐和园呢是坐落在这个北京的西郊，距离的市中心呢大概十五公里，占地呢约三千零九平方公里。那么其中呢，世界文化遗产所这个录入的面积为二点九七平方公里，啊，水面约占四分之三，与这个圆明园这个比邻，啊，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 以这个杭州西湖为蓝本 <coughs>，汲取江南园林设计的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呃，大型园林啊，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的行宫的御园，啊，被誉为这个皇家园林的博物馆。颐和园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曾经叫清怡园，也就是在，这个康熙、乾隆啊，这个这几任皇帝的时候呢。 啊，对它进行了大范围的这种修缮。啊，据历史记载呢，呃，乾隆十五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为孝敬其母亲的庆皇后，那么这个重庆皇后啊，动用这个四百四十八万两白银，把这里改建成为这个现存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呃非常遗憾的是，在咸丰十年，也就是一八六零年，那么。 英法联军呢攻占北京，那么进入到这个颐和园之后呢，就将当时的这个清漪园呢给烧毁了。呃，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在一八八八年啊，清禧呃，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呢，又重新的进行修复，并增建了啊、呃、不少的这个殿宇。随后呢，慈禧呢将它就改名为颐和园。 啊，取这个以养充和之意啊，一直到今天呢，啊，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啊。嗯、呃，到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零零年的时候呢，颐和园呢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啊，这个所有的珍宝呢被洗劫一空。 呃，这里边有两个历史的概念的问题呢，需要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一个是1860年的英法联军，啊，1860年呢，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呢，英法联军呢攻占了北京啊，那么对这个破坏最大的，也就是这个颐和园。呃，到1900年呢，这个成为叫八国联军，啊，八国联军呢攻占北京的时候呢。 啊、呃，也对颐和园呢进行了第二次的破坏，那、啊、珍宝呢被啊、呃、洗劫一空，所以这两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呢都是发生在啊颐、呃、和园。<coughs>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颐和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啊、呃、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啊，这个去颐和园呢啊、呃、你要去看呢是看什么？第一呢就是。 颐和园的这个苏州街，苏州街又称呵呵买卖街，是仿照江南水镇而建。啊，清漪园时期呢，那么岸上有很多的这种店铺啊，如这个玉器铺啊、古玩铺啊、绸店啊、点心铺啊、茶楼啊啊咳咳等等。那么这些店中的这个店员呢，都是太监和宫女装扮的啊，这个主要是为皇帝游行时呢。 啊，这个增加点人气啊，也就是在皇帝这个巡游的这段时间呢，啊，那么才开始营业。啊、呃，那么这些建于这个时期的这个店铺呢，在一八六零年的时候被英法联军呢这个焚毁了，到一九八六年才呃得以重建啊，也就是一百年之后呢，啊、呃、才重新重建啊。现在呢，如果你去颐和园的话呢，应该说。 呃，应该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这个苏州街的一些盛况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万寿山。万寿山呢是从前山啊到八面四成三重的这个佛香阁为中心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主体建筑群。呃，那么它呢有很多的这种啊殿宇呢、香阁啊、啊、呃、等等啊，这个是。 中央建筑群纵向轴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建筑啊，那么沿湖 <coughs> 北岸东西逶迤的有长廊啊啊。第三呢就是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呢在万寿山的这个后山的中部啊，是一个汉藏式的一个建筑群啊，占地约两万平方米，因山势而建啊，这个呃有这个佛教的一些。 啊，这个建筑啊，呃，包括这些喇嘛塔啊，呃，等等啊，这造型呢比较啊比较别致啊。那么第四呢，就是万寿山顶处的一座宗教建筑啊，这个这一座完桌由这个砖石建成的叫无量佛殿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啊佛教的这个建筑啊。第五呢，就是。<coughs> 佛香阁啊，这个位于万寿山前山中央部位的这个半山腰啊，建筑在一个高二十一米的方形的这个台基上啊。那么这也是，在这个一八六零年呢被英法联军呢烧毁了。呃咳咳，之后呢，光绪十七年呢又重建。呃，是颐和园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啊。这个一般的皇家呢在此呢啊，这个烧香呢、供佛等等。 第六是宝云阁啊，也就是铜亭啊，是中国上存的工艺最精致、体重重量最大的一个铜铸品啊。这是建筑在佛香阁西侧的啊一个院子当中啊。那么上面有汉白玉石座上的呃高四米啊，这个建于乾隆年间啊，这个呃东西南北三面为门啊，这个四面。 啊，门为这个四扇的隔扇门啊。第七呢是排云殿，排云殿在万寿山前建筑的中心的部位啊，原为是乾隆为他母亲六十大寿的时候啊所建的这个叫呃大报恩寺啊，重锦的重呃慈禧的时候呢又重建，那么改为这个啊、呃、排云殿啊。第八就是长廊。 长廊呢，位于万寿山的南麓啊，面向昆明湖，北依万寿山啊，东起邀月门，西至十丈亭啊，全长呢七百二十八米，共两百七十三间啊，是中国园林中最长的一座游廊。呃，一九九二年呢，被认定世界上最长的长廊列入了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啊。廊上的每根的这个梁柱呢，都有彩绘啊，共有这个图画呢，有一万四千余幅。 有山有水，有花鸟，有鱼虫啊，有人物典故啊，呃，画中的所有的人物呢，都取材于中国这个呃古典名著当中的一些呃介绍啊，这是细致的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九是昆明湖，昆明湖是这个清代皇家这个朱璋当中最大的一座湖泊啊。 湖中呢有一道长堤啊，叫西堤啊，自西北蜿蜒呢，啊、呃、向南啊。西堤呢，把这个湖面呢，啊、呃，划分为三个大小不等的水域，每个水域呢各有一个湖心岛。那么这三个岛呢、呃，象征着中国古老传说中的这个东海山神山啊，就是蓬莱、万丈瀛洲啊。 西堤以及堤上的六座桥啊，是模仿这个杭州西湖的苏堤和苏堤六桥而建的。第十呢，就是画中游，是万寿山西部的一座景点啊。那么它依山而建啊，这个呃有一座两层的阁楼，那左右各有一楼啊，名为爱山啊和戒秋。第十一呢，就是听力馆。 啊，听力馆呢是乾隆为其母亲所建啊，那有两层的戏台啊，这个是当时呢是在这里看戏啊宴饮呢啊、呃、的地方啊。咸丰咸丰十年呢啊被这个英法联军呢啊，烧毁啊，光绪时候呢又重建。第十二呢是接趣园啊，接趣园呢是嘉庆十六年重建后啊这个。 取的名啊，园内共有亭台堂榭十三处啊，这个啊桥头的石坊上有乾隆题写的“直鱼桥”三个字啊啊，十三是乐寿堂啊，在这个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这个主建筑啊，建于那个乾隆十五年啊，一八六零年被毁啊，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重建啊，这个呃。 上面有这个慈禧乘船的这个啊、呃、码头啊，取为这个六合太平之意啊。还有是颐云馆，颐云馆始建于乾隆年间啊，光绪的时候呢又重新的修整啊。其清漪园时期呢啊，这个呢是乾隆的一个书库啊，那么陈设呢雅致啊。这个颐和园时期呢，啊、呃，是光绪皇后。 呃，龙玉的秦史啊。由于建筑功能和主人身份的不同呢，这里边的陈设呢，啊、呃，都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coughs> 第十五是大戏台，大戏台是在德和园内啊。这个大戏台这个主要是为慈禧六十岁生日专门修建的啊、呃，供这个慈禧看戏。那么这个戏台呢，高二十一米啊，共有三层啊。这个呃，并且呢。 啊，里边呢还有了一些机关啊，这个，呃，顶板上呢有七个天井，地板上有地井啊，这个舞台底部呢有水井和五个这个方池啊，演神鬼戏的时候呢，那么可以从天而降，也可以从地而出，还可以引水上台等等啊，这个融入了一些，啊，这个很特别的这种设计。 第十六是玉兰堂，玉兰堂呢在仁寿殿的西南，靠近这个昆昆明湖，那是一座三合院式的一种建筑啊。呃，这个呢是颐和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啊。这个光绪的二十四年的时候呢，呃、啊，就是一八九八年，慈禧发动这个宫廷政变后呢，啊，曾经把这个主 持变法的这个光绪皇帝呢，囚禁于此啊。这只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玉兰堂，啊，这是光绪皇帝的啊这个寝宫。第十七呢是仁寿殿啊，这个清议园时期呢是称为叫勤政殿啊。这个乾隆与光绪两个历史时期呢，啊，那么这个殿呢，均是皇帝呢处理这个政务的这么一个场所啊。 第十八是 <coughs> 东宫门啊，东宫门呢，啊、呃，上面有这个，呃，光绪皇帝写的颐和园的三个大字啊，这个，呃，有门前呢有石龙云龙石雕的二龙这个戏珠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个呢是乾隆时代所刻的一个呃一个雕塑啊，它是这个代表着皇帝的这个尊严啊。 呃，十九是仁寿殿啊，仁寿殿呢在颐和园大门东宫内啊，这个有一个，呃，这个俗称石舫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像船一样的啊，这个一般去了之后呢都要去，呃，看一看。那么它是颐和园中唯一带有一种西洋风格的这个建筑啊。那么乾隆修建清漪园时呢，改这个台为船啊，更名为石舫啊。石舫呢，这个。 呃，实现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啊、呃、旅游的这个景点之一啊。那么第二十呢，就是文昌院啊。文昌院呢，这个是呃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呃陈列啊。这文昌阁呢，这个东边啊有这个一些的书画、古籍啊、珐琅啊、钟表的这么一些陈列。它主要是与这个。 帝后生活啊、呃、比较相关啊，那么第二十一呢就是文昌阁。文昌阁呢在颐和园内六座城关啊，也就是建筑当中的最大的一座啊。那么始于这个乾隆十五年啊，一八六零年呢，文昌阁呢被英法联军的烧毁，光绪时期又重建。文昌阁呢有两层啊，内供这个同住的文昌帝君和仙童。 同特等等，那文昌阁与昆明湖呢，是共胜五,五胜的啊这么一个地方啊。二十二就是铜牛啊，这个颐和园的铜牛也非常有名，在十七孔桥的这个西北部啊，主要是为镇压水患而设的啊。那么是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的时候呢，啊用铜啊铸造的啊，这个称为金牛。第二十三就是。 就是十七孔桥。那十七孔桥呢，是坐落在昆明湖上啊，位于这个东堤和南湖岛之间，用于连接这个堤岛啊。这个为园中最大的石桥，石桥宽八米，长一百五十米，由十七个桥孔呢组成。呃，石桥两边的这个栏杆上呢，啊、呃，这个雕刻有大小不同、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呢，有五百多只。呃。 现在比较火的所谓的在金光穿洞啊，就其实就是指这里的这个拍摄。那么，所谓金光穿洞呢，是每年的十一月的下旬到十二月的这个冬至前后呢，这个大概在这个半个月到二十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由于傍晚的时候呢，太阳的西落啊，落日的余晖呢，逐渐的照亮了全部的这个啊、呃、桥洞，那么构成了一幅这个美丽的。 金色晚霞图，那这是因此呢，就有了现在所说的这种，啊、呃，金光穿洞的这种记载。那么，这个是以摄影，啊、呃、为主题到现在的这个比较有名的这种啊、呃、出来的一一个画面啊。那么，每到这个时期呢，整个的这个十七孔周围呢，都是大大小小的相机啊，这个呃来拍摄这个啊，蔚、呃、为壮观的这么一抹阳光啊，一抹金光啊。 呃，现在的金光穿洞呢，其实呢，已经让啊、呃、全世界所有的爱好者呢是向往的一个地方啊，都是争取呢，如果去北京，在这个时期呢，都要去啊、呃、拍摄一下啊，这个是基于人文与自然相融合的一个中国的智慧啊，在这个这个这么一个啊这个世间呢，睁开了一种啊非常唯美的这么一种现象啊。 呃，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颐和园呢发生的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啊。颐和园这个是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外交的这个活动中心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啊历史的重要见证和这个诸多重大事件的这个发生地啊。这个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先来说，一个就是当时的小发电厂啊，那么呃。 其实呢，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一八九零年的时候呢，北京已经有了这种小型的发电厂，就是说北京也可以有电灯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要还是供皇家使用啊，供皇家使用。呃，一九零零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呢，呃，这个这两一共有两套的这个啊、呃、小发电厂呢，就是全部被损坏了。啊、呃，到一九零二年呢，清政府呢又筹银啊。 这个修复了这个啊西园和这个颐和园的这两处这个发电设施，呃，所以呢，这个颐和园呢是在一九零四年啊，这个才重新的这个有电灯的亮了起来啊，这是一个啊最早的这个啊小电厂。二呢是 <coughs> 光绪二十四年啊，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啊四月二十八日，啊光绪帝呢在 颐和园的这个仁寿殿呢，召见啊、呃、康有为啊，命康有为呢这个为这个总署张经啊上行走啊，这个呃自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呢宣布变化，啊，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所谓的这个百日维新的这个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光绪帝呢成啊这个连续赴颐和园十二次。 那么召见这个维新派的人士啊，筹划变法的事宜，呃，这就是数，就是非常著名的戊戌变法啊，也就是称为叫百日维新。呃，到八月初四啊，也就是九月十九日啊，就是六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九日啊，整整维持了一百天啊。这个慈禧太故慈禧太后这个至颐和园回宫后，对发生了所谓的这个宫廷政变啊，囚禁光绪帝。 这个啊、呃，逮捕杀害维新人士啊，这个戊戌变法就失败了。著名的这个呃，戊戌六君子啊，被这个杀害啊。那么在变法期间呢，这个六月至九月间呢，慈禧呢是一直住在颐和园啊，颐和园成为这个呃守旧派反对这个维新派准备这个。 政变的这么一个中枢，也是一个变法的中枢，也是一个这个政变的这个中枢啊。变法失败后呢，那么光绪帝呢，长期呢就被这个幽禁在园中的这个玉园堂里头 <coughs>。第四呢，是光绪二十六年啊，这个一九零零年的八月十五日啊，英法联啊，八国联军啊，八国联军呢攻占北京，呃，慈禧和光绪呢经颐和园呢这个出逃，经。 这个山西啊，到陕西的西安啊，这个呃被就逃走了啊。那么八月十九日啊，这俄国军队呢，首先呢啊侵占了颐和园啊，以后呢日英、英、啊、意啊这个军队呢，要相继呢占据颐和园。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呃，把这个颐和园的所存的这个珍宝呢，被抢掠一空啊，并且不少建筑呢再次被。 焚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啊 <coughs>！民国十六年啊，呃，一九二七年啊，这个中国有个著名的学者叫王国维啊，这个在昆明湖呢，这个投湖自尽啊，终年呢五十岁。王国维的遗书上有两句呢，是“五十年，五十之年啊，只欠一死啊，今此事变，亦无再辱。” 啊，其实呢，众人解读王国维的死因呢，得到了一个公认的这个结论，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人啊、呃，文人啊，不忍目睹这个世道的这个惨变，深感呢无力回天，啊，只得以死呢避世，以死呢避辱。啊，这是当时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啊。呃，一九三四年啊，当时呢，这个啊、呃、为这个啊，规避这个战乱。 啊，国民政府呢将颐和园的一些这个古物呢啊、呃、南迁。那那个时候呢啊，这个日本已侵占这个东北啊，这个所以呢，北京呢也岌岌可危。因此呢，国民政府呢首先呢将颐和园的一些古物呢啊、呃、南迁。呃，第七呢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啊，七七事变之后啊，呃，到七月三十一日，日军呢。 就入侵的这个颐和园，那么这时候颐和园呢，就是停止开放四个月之后呢，啊、呃，又成立了这个、呃、日啊日伪啊政权啊，为了粉饰太平呢，啊、呃，又将这个颐和园呢稍作修整之后呢，啊，这个、呃、重新的开放啊，并且呢，啊，这个呃移植来很多的什么樱花树啊啊等等等等啊。 第八呢，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啊，这个日本呢为大东亚圣战呢啊，举行那个献铜仪式，将这个铜亭内的铜桌呀、殿堂前的铜缸、铜香炉等等呢，运往天津啊，这个准备呢啊，运回日本本土呢，供日军呢制造军火啊。首先是这个铜剑呢，啊、呃，运到天津尚未出海呢，就日本宣布投降，因此呢，这部分的这个。 啊，古董呢算是啊给保住了啊。一九五零年起呢，颐和园开始呢至光绪三十二年以来，对园林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全面的这个修整啊。第十呢，就是文革这个初期啊，颐和园呢又遭到了破坏啊。当时呢还把这个原名给改了，改成这叫人民公园啊。到一九啊七一年五月的时候呢啊，才恢复原名啊。 第十一呢，就是二零二二年的二月，北京冬奥会呢在颐和园呢传递啊，这个传递的距离呢是六点一八二公里，呃、有九十七名火炬手呢接力完成。呃，二零二四年是最近的一段新闻啊一月十日，那么曾经流失海外的这个宝云阁的啊同昌新啊，最后最终呢回归哎颐和园，这就是颐和园这个从建设啊到进。 最近啊，说的一些重大的这个啊、呃、事件啊。第四呢，就是我们谈谈颐和园的这个文物的收藏啊。颐和园呢，在清颐园时期呢，乾隆皇帝呢对文玩呢就是有特别多的爱好啊，因此呢，他把这个呃很多的这个古玩呢都就啊陈设在这个颐和园内啊。你比如说是商周的铜器啊，唐宋元明的。 啊、呃，瓷器、玉器、书画啊、呃、等等啊，呃，鸦片战争之后呢，由于这个清朝的这国力的衰败，清一员陈设呢有所裁撤啊。到这个咸丰五年，也就是一八啊五五年，呃，当时的陈设呢是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件，呃，到咸丰十年啊，就是一八六年呢，第二次鸦片战争呢。 包括清漪园在内的北京西北郊的五大五大座这个皇皇家皇家园林呢，嗯，接招这个英法联军的焚毁啊。据英法联军的节后的这个清澈的记载啊，这个一清漪园内各处陈设的物品呢，只剩了五百三十件，而且呢，啊、呃，大多呢残破不整。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呃入侵北京后呢，颐和园呢再次遭到浩劫。 呃，园内的文物呢，几乎被啊、呃、这个毁略一空啊。一九零二年呢，慈禧呢再次修复颐和园，并大力呢重拾园内的这个摆设。呃，到一五一九五零年后，颐和园的这个啊藏、呃、品呢，总计呢大概有四万余件。 就包括铜器、玉器、瓷器、木器、漆器、漆器书画、古籍、珐琅啊、钟表、竹器、乐器、根雕、杂项等等啊，或者几乎涵盖了中国这个传世文物的所有的门类，呃，这个并且还有一些这个不少的这个外国的这个文物啊。从价值上看呢，那么呃，这个光国家级的这个文物呢，就有两万余件。 颐和园是一个美丽的公园啊！现在其实颐和园主要是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啊。各种形式的这个宫殿园林的建筑呢，啊三千余间啊，大致可分为行政区、生活区和游览区三部分。啊，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呢坐朝听政、啊会见外宾的地方。那么仁寿殿呢后是三座的大型的这个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 啊，这个怡云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啊。呃、啊，所以呢，到北京的这个参观呢，我们大致呢，其实也一天去了之后呢，我们也大致能参观 <coughs> 大概这几项啊。沿着湖边呢咳咳走一走啊，比如说这个昆明湖啊，昆明湖的西堤呢是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所建造的啊，这里边走一走呢啊，非常的这个惬意啊。万寿山呢有后山啊后。 这个后山的后湖呢，这个古木成林啊，还有藏传的这个藏式这个寺庙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可以称为叫园中之园啊，去细致看看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啊，颐和园门票呢，这个三十块钱一张啊，但是呢，啊、呃，它里边那些小园林呢也得买票啊，那那如果联票呢是六十块钱一张啊，所以呢，这个。 去颐和园呢，啊、呃，你要选好你所要去的这个啊时间和位置。一般的秋天呢，园内的景色呢就非常的这个漂亮啊、呃。其实颐和园呢是来北京应该呃必去的啊、呃、一个地方啊。有机会呢，啊、呃，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去北京啊，可以呢去颐和园去看看啊。好啊、呃，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啊、呃、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you